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读诵。上白狗言：“世尊，我欲见彼少众生等。”尔时，日月土如来即身右臂，从于四方，有百千亿众生俱来集会，至如来所，顶礼佛足，绕佛三匝，在佛前礼，默然而住。要上白狗言：“世尊，此众生何故佛前默然而住？”佛告要上：“善男子，汝不知耶？地大之性，无言无说，法具无知无觉，何以故？”要上：“此诸少众生，不见生，不见灭，不见老病死，又悲苦恼，俱受一切苦痛之恼，云何而语？”是故要上：“如是众生，应当教之。”尔时，要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少众生者，从何所来？何处中？当生何处？不知法者。”佛告要上：“善男子，汝今谛听，此诸众生，非是人作，非金狮作，非铁狮作，非木狮作，非陶狮作，非王者作，男女合合，恶业而生，受诸苦痛。作不善行，受如是苦，名少众生。”要上：“彼不与佛言，不理如来，彼受无量无边之苦。”要上：“有少众生不共佛语者，受如是无量无边苦恼。”要上：“以不善知苦因缘故，不共佛语，不共佛语故，不知善，不知恶，不知生，虽得人生，不知生，不知灭。”要上：“是名年少众生。”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年少众生云何生，云何灭？”佛告要上菩提萨多言：“善男子，譬如有人以木挑火，木则见烧，如是要上众生之类，出生时苦，终苦，死苦。”要上白佛言：“世尊，生时谁生，灭时谁灭？”佛告要上：“善男子，如佛之生，如佛之灭。譬如有人立在暗室，眼无所见，复有一人曾受苦恼，作是思维，此人受苦甚为可悯，若不得脱，是人必死。以火与之，令得少明，时暗室人见火叹息，心得安乐。尔时，彼火以少因缘炽燃火焰，烧彼暗室。尔时，彼人被烧而死。时王闻之，作如是念：我国众生若有所犯，更不系福。尔时国王告下人民：汝等诸人莫生怖畏，于我国内施汝无畏，若有所犯，不加害汝，亦不杀汝，皆当安稳，莫生怖畏。要上：如来亦复如是，烧诸烦恼，灭诸病苦，犹如彼人为令暗室众生安稳，自烧而死。如来如是为诸众生令得安稳，不惜生命，拔诸系缚，令得解脱。如是要上：如来永离三毒之恼，为诸世间作大灯明，于地狱、畜生、恶鬼、阿修罗、老少众生，拔令解脱。尔时，诸天于虚空中而说偈言：最胜好福田，一切田中胜，世间无上尊，增长诸佛子。佛田最胜田，能除诸怖畏，大师善方便，守护诸众生，住于涅槃界，而是在世间。
令世间极灭，佛为无上师，救护少众生，亦救老众生，三界诸众生方便而度之，必诸地狱门及畜生恶鬼，此事得安乐，他事亦安乐。尔时如来即时微笑而说偈言：善哉见善人，善哉见佛陀，善哉闻法者，善哉能净僧，善哉此法门灭除一切恶。尔时药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何因缘故如来微笑？若无因缘，如来终不现稀有相。佛告药上：善男子，汝见此等少众生否？药上白佛言：世尊，唯然已见。佛告药上：善男子，此诸众生今日皆得住于实地。尔时药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永生虚空高八万由旬，共八万亿天子于如来上三众妙花，地上年少诸众生等皆礼佛足。尔时药上于虚空中而作誓言：三千大千世界众生皆闻此声，地狱众生闻此声者悉得解脱。三十三天闻此音声，皆来集会，使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，使大海中八万四千龙王动而来集，三万亿阎浮提夜叉俱来集会，二万五千亿罗刹恶鬼俱来集会，时如来所大众悉集。尔时如来为诸年少众生说法，从十方世界有百千亿诸菩萨众，各以自神力俱来集会。尔时药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从十方国有无量菩萨俱来集会，无量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恶鬼地狱皆来集会，欲闻正法，唯愿世尊当为说之。佛告药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言：善男子，汝下至此。尔时药上菩提萨多以自神力从上而下，向佛合掌顶礼佛足，白佛言：世尊，法具法具者，何因缘故名为法具？佛告药上：善男子，法具者名曰净行，净行者能离一切不善之法。善男子，汝见如此少众生否？药上白佛唯然已见。佛告药上：此诸众生离邪淫故，必得诸陀罗尼，必得具足一切诸法。僧伽札经卷三，僧伽札经卷四。尔时药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以何方便令诸众生悉闻正法？佛告药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言：善男子，有诸众生我说身苦而不听受，劳苦病苦忧悲之苦，怨憎会苦，爱别离苦，死灭之苦，药上是名一切苦。时少众生闻此法已，合掌礼佛，白佛言：世尊，我等亦有死耶。佛告年少等：汝一切众生已归于死。彼少众生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死至？佛言：善男子，临死之时，灭行识风起，识转风起，是相应风起。善男子，是三种风临死之时动于行事。彼少众生白佛言：世尊，何等三法临死之时恼于身事？佛言：善男子，一者刀恼，二者针恼，三者杖恼，是三种风恼切其身。
彼少众生白佛言：世尊，何者是身？佛言：善男子，身名火炬，身名烧燃，身名愚痴，身名崩坏，身名刺具，身名丘种，身名水泡，身名重担，身名生恼，身名老病苦恼，身名为死，爱别离，怨憎会，是名为身。彼诸年少复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此之身，云何名死？云何名生？佛言：善男子，是灭名死，福德因缘是起名生。善男子，名为生者，有无量亿经脉相缠，身有八万四千毛孔，腹有八万四千护虫在中而住，彼诸虫等亦有死灭。人将死时，诸虫部位互相啖食，受诸苦痛，男女眷属生大悲恼，迭相食啖。诸虫相食，唯有二虫七日斗争，过七日矣，一虫命尽，一虫犹存，如彼虫斗，临死不息。凡夫之人亦复如是，乃至临终争论不息，不畏生苦，不畏老苦，不畏病苦，不畏死苦，如彼二虫至死不息。凡夫众生亦复如是。此至之时，先生喝言：丈夫，如作不善，如岂不见世间苦也？不见生苦，不见病苦，不见老苦，不见死苦。答言：如是已见生苦、病苦、老苦、死苦。汝若见如是苦，何不作诸善根？何故不为后世乐故修诸善法？丈夫，我复问汝：何不作善，离于生苦、老苦、病苦及以死苦？云何不修正念之观？汝于阎浮提，岂可不闻见地生耶？不见众生行布施耶？不见众生于佛福田种善根耶？香花般盖施佛之时，汝不见耶？如来所有四种弟子：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于佛法中有此四种，能救苦厄。先生喝言：不善丈夫造作如是不善之业。尔时法王说偈告曰：见如来出世，闻即法鼓音；见演说法时，即灭至涅槃；见于多众生，作福者甚少，福能后世乐，何故而不作？尔时彼人以偈答法王言：我愚痴无智，亲近恶之事，造作不善业，犹欲迷于心。我已多习欲，今受苦痛报，多杀害众生，破坏和合僧，破坏宝塔寺，愚痴无智慧，口作不善语，喝骂于父母。我已不觉知，自多造众过。我见所生处，在于大教育，于众合地狱，受于大苦痛；复于阿鼻狱，受无量巨苦；大莲花地狱，受于无量苦；黑神大地狱，百千生受苦；于一切地狱，遍受诸苦恼；无数百千劫，受于大苦痛；行于黑暗狱，不见其门户；复堕火祸中，辗转受众苦。复有一地狱，名曰刀剑狱，百千亿刀剑行列在我前，以此割截身，自业受苦恼，非公师所作，业感自然生。大风吹令起，割切片其身。我因受如是地狱诸苦恼，一切诸众生
见我受此苦，我所有财宝尽留在世间，男女及兄弟姐妹亲眷属，父母及知识，奴婢作使人，牛羊猪畜生，我亦迷于此，贪着金银宝及精妙衣服，贪着造舍宅、山宫画舍施，众才女娱乐，空喉消笛音，以此痴心者，香汤自早浴，如是自娱乐，玩痴无至身，种种而供养，我亦无兄弟，虚妄心贪着，今日受无量，苦痛不可尽，世间甚尚味，贪着而淡食，香则以土法，宝珠以为慢，贪色自迷醉，今无救济者，眼为恶业因，见已则生贪，耳因诸音声，闻已则生贪，臂冠以宝串，指着金宝环，烟颈着宝音，脚着于金串，做金宝罗网，朝露覆其身，身着种种宝，以此自庄严，世间第一者，以为身庄严，细软上妙处，增长于爱欲，种种妙床榻，以自悦其身，种种好妙香，以涂其自身，旃檀龙脑香，以此自涂身，麝香等诸香，用之自涂身，旃帛须摩那，以此涂其法，第一金妙衣，白蝶自一身，若舍白象衬，复成于马衬，为王治国政，人众悉敬重，宫中诸妃后，善学歌舞戏，禽兽在旷野，无事猎残害，作如是等恶，不知后世报，贪啖他肉故，受如是苦报，愚痴无智慧，不知当有死，我以愚痴意养育于生命，今日至死门，无能救济者，汝等诸亲族，何用视我为？何不服圣衣？何故自忧哭？何故不书法而受于苦恼？我命终不存，造恶增多故，吾郎乌鹊等食我此身肉，长养此身体，为诸虫所食，生死因此身，众生则有生，因如是受药，令得离此难，是医不能治，无人救济者，今日受法药，令灭烦恼病，种种养此身，会必归于死，世间无上尊，救度诸众生，即灭诸佛子，亦能救众生，施诸妙法药，令远离生死，食肉长此身，不知诸苦报，长养于此身，无有少利益，此身玩痴具，不知少恩分，其妾男女等，不知其恩利，长养得成利，无能救济者，绝望无有知，忧愁入死地，众生生有苦，后则有死苦，想行畜兽等，是则为中苦，愚痴爱所服，身在于诸有，为爱欲所服，乐着于境界，众生无知故，唯有忧恼苦，善法不是知，心淡着名字，不知于后世，犹如恶毒蛇，无名转众生，远离于解脱，不是解脱故，恶业所流转，心有烦恼故，众生住生死，烦恼烧众善，如火焚干木，流转于五道，无有少乐受，不知好妙乐在于何处所，清净佛国土，世尊转法轮，如来净音声说戒定智慧，尔时世尊复告要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言，如是如是，恶行众生命中之后，受诸苦恼，
无咎记者，善果报者，今说伽陀，造恶不善业，必入于地狱，吞啖热铁丸，隐于被熔铜，欲火洒其身，偏身体火烧，无处而不片，辗转受苦恼，不知于尽乐，于法亦不知，于痴作非法，远离于乐果，信佛境界法，修习于智慧，以境界具足，速即成菩提，精进为第一，身尽佛国土，宣说善法要，摄护诸众生，具足慈悲心，修行净犯行，且解脱之见，成如来善名。世间之父母，菩提心第一，说此法门者，第一善之事，听此法门者，必作无上尊，具世尊十号，即灭心相应。佛法浩瀚无涯，读诵大圣经典，既能开发智慧，更丰富生命。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，护持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自归佛，当愿众生体解大道，发无上心。自归依法，当愿众生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。自归依僧，当愿众生同离大众，一切无再来要念佛说八句平安偈，我们做了这么大的功德，布施药，愿众生脱离轮回苦，往生净土。这个功德呢，愿意布施给所有的众生。曾经有一个小国家，很大的灾难，很多人生病，甚至看到鬼，罗刹鬼吃人了，死了很多人。那个时候有一位长者，怎么办啊？就问国王，国王说他也不知道怎么办。他的长者说，我认识一个人间的佛陀，释迦牟尼佛，我去求他好不好？佛陀，那国王你把马借给我。国王就把快马借给他，这个长者就来找佛陀。佛陀说，我三天之内还有法会，那个时候在阿斯世王这个国家。那国王，那个佛陀说，没关系，你先把这八句话带回去，贴在你们的大门门口，城墙门口，然后呢，我三天以后法会以后，我就到你们的国家。结果他佛陀就把这个八句话带给他，他就骑着快马就贴在他们的城墙，一贴下去，这里面的罗刹鬼就通通跑掉了。那个佛陀的力量，佛陀的命令一样，三天以后佛陀就到这个国家讲大悲咒的功德啊。所以各位以后最好把这八句话写下来，贴在重要的门口的地方啊，那个地方就有佛的力量，那边就不会制造车祸啊，制造传染病啊。为什么这个世界的土地有土地神、虚空神、水神，有些水鬼会把人拉下去死的，有些自杀鬼，如果 你有一个念头说想要自杀，自杀鬼就来找你了，然后他就会拜你。自杀鬼如果拜你，那你就准备一定要死啊。比如说一个人上吊了，上吊他可以挣扎，可以不要死哦，但是他一上吊以后，自杀鬼一拜他，他的身体变成三倍重，他没办法，他自己都拉不起那个绳子，一定要死的。一个人想要跳楼，本来要跳之前他不想跳，哎呦好可怕，自杀鬼就在后面啪就把他推下去了啊。所以我们念这句话，连这个自杀鬼都把他给超度了。来，我们先念这个八句平安偈，希望哦，在跟我们人类在一起这些土地水火神、鬼神、树神都不要伤害人类，大家互相平安，他就不会制造那些灾难车祸。来，佛说八句平安偈，诸有众生类，在土界中者，
行住于地上及虚空中者，慈爱于众生，令各安休息，昼夜勤专精，奉贺众善法。所以我们也不是要希望所有众生大家都互相平安。护身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是慈悲造就生命之美。